2024年5月8日是创业板股票 ST 美上最后一个交易日，收盘价定格为 0.13 元，是沪深两地股市中价格最低的。老板就是作假十年之久的无锡女富豪。大家好，我是顾颖琼博士。原来这家公司叫美上生态，成立于2001年，主业是生态修复和园林景观。2015年上市，号称华东第一家生态上市公司，最高价冲到百元，号称白马股。老板王英燕出生于1967年，公开资料不多，但是报道说是纺织专业，后来拿到复旦大学 EMBA 学位，获得过无锡市优秀企业家等。公司上市之后，老板不断减持套现，现在才发现2012年到2020年近10年间，招股说明书、定期财报、公开发债、定增等文件都在造假。我觉得 A 股应该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股票市场，只要能够把这些坏分子都剔除出去，配合上世界最大的人力市场和潜在消费市场， A 股可以一飞冲天，成为最大利好。